小朋友用童言童语打招呼，让到桃园宣传私立幼儿园准公共化的蔡英文总统就甘心。<Yeah! S 1> 端牛肉要施政有感，不过想拼连任的路上，党内初选遇到赖清德挑战，协调进入关键一周，陪同的郑文灿也是协调小组成员之一。现在。 闭口不谈协调，因为传出挺蔡派有意召开林全会，强行提名蔡英文，也就是所谓的霸王条款。如果蔡赖无法成型，依照目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施政满意度高达七成来看，蔡灿配被认为不失为一个选项。没有，我们走了，我们继续协调好吗？ 同为协调小组的成局，话讲的保守，但林全会不但不容易进行，也是必撕裂党。虽然立贡蔡赖配呼声不断，但随着赖清德持续提高声量，也透过点名韩国瑜拉台代表出战地位，协调破局，大势已定。相信以蔡总统、赖前院长的智慧及对台湾要奉献的决心，一定大家一起努力。 我们都期待有好结果，期待有结果。但若蔡赖烈，也有人建议蔡苏配啊，这个就不必了。蔡赖对决，箭在弦上，结果不管怎么配，党内基层人希望协调有转还余地，发挥一加一功能，团结力拼二零二零。关于新闻，陈明燕、苏红杰、张志豪，桃园、台北采访报道。